的蒸鱼醒来，拿出来，给它缝一下，磨得不行了。这边，哎，你是在学校里面干嘛了呀？都，我给你随便缝一下，可以不露出来就行。有那种买直接就是贴的那种布，然后剪一块，然后可以贴在上面。整个全烂了，这边修呀，修不了这个。哎呀，修不了，如果坏掉话，你修呀。我看看能不能随便这样缝一下。还行吧，我这个手艺。这个膝盖上还有，这边那个都有补上。修好了，妈妈修好了啊。妈妈下错站了，早下了。哎，外面太黑了，表示妈妈不知道在想啥呢。下错站了，这家餐厅也不错。应该得要下车。嗯，对。下来一看，发现哎呀，下早了。看看晚上的展品嘞。市中心。这两天又淋上了，又化雪，半夜又结冰。这个冬季是由于那个气候变化问题造成这个现象，就以前芬兰整个冬天不可能出现有零上这种情况。我今天有蓝天白云，现在的天气就是过了冬至以后日子就有盼头了，一天一天日照时间越来越长，然后阳光也越来越多。现在的零食种类越来越多了，是价格有点贵，这都是泡面方便食品。哇，泡面那么多，我想买这个毫无抵抗力，各种螺蛳粉，就妈妈喜欢吃的那个臭面。这个保鲜膜它很长，150米，而且它带切割器，我觉得比较好用。太漂亮了，这个是这个马克杯，然后这个大的这个宽口的杯子，还有这个牛奶杯啊，还有这个，哇塞，这个碗也好看呀！这不是跟我其实身上这件差不多的吗？都颜色不一样。我之前买20块钱特价，就是新的一批吧，可能是47块钱、50块钱。我觉得等它再等等，可能也会20块钱，到时候就再买一件，还有绿色的。然后这个童装，它款式有170的最大。终于那种大桶装的这个油，这个是可以用来适合高温油炸的。这边那么多油炸的，但是它这个油的那个分量就很少，这个瓶装油没有特别大的。这个是一个新的，所以它那么大一桶。国内的话都是那种超级大一桶，3倍的价格。但是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家超市里面就能买到这个平菇，看一下这点平菇多少钱呢？5块的，好贵啊！这家超市经常有这个猪舌、猪心，有的时候还有牛舌，正好放那个卤肉那个汤里面。遥控器坏了，去超市买个遥控器。这个遥控器是25欧，好像是，好贵呀、啊！家里胶带用完了，然后去超市买了，这个胶带是3欧多，就附近超市买的。之前有另外一个超市稍微便宜点，2欧多，然后我国内买的那些就更便宜了，然后那个是静音胶带，啊，这个3欧多，我觉得质量应该会很好的吧，就超大噪音，真的超大，大家注意音量啊，受不了了，实在是。来啦，来吃垃圾食品了，这些垃圾食品一共40欧，3个汉堡，20个鸡块，15个鸡块。然后3个汉堡套餐，3份薯条。我今天的菜色好火呀，有红烧肉，还有大虾、茄子，炸的一些甜点、水果、寿司。这是汤面的自选，这个汤面很好，很好吃。看这碗面怎么样？再来一盘，每个都来一点尝尝。这个每个都来一点就都吃不下了，太多了，年纪大了就实在是吃不下了。吃了2盘饱得不得了，再来一点点小甜点。来自芬兰的神秘古老配方，
这个其实是在那个面粉袋的那个旁边剪下来的，做这个布朗的配方，就是把这些全都均匀的混合起来。如果说考究一点的话，就是除了黄油先给它混合起来，然后揉揉揉揉揉，最后再加黄油，就非常简单。发的有点过大了，排个气，然后再二次发酵一下。排完气之后，这磨掉的面团真的是超级柔软，然后感觉超好，非常香。发的有点太过头了，但是烤以后它就不会再发起来了。刚才定个闹钟关了，然后就全忘了。那就拿上一批的视频吧。哇塞！哇塞，好诱人啊！哇，好松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味道怎么样？不够甜。不够甜？那可能我糖放少了。来，现熬一点果酱，以前熬了果酱根本吃不完，今天要用就现做。专门的这个果酱糖。好不好吃？嗯，9:30了呀。